张照片好像比较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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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他就很厉害，很厉害、啊、他就拿我的这个两个，看我丈夫这个，撤掉他，挡死他，还有一个狗，这个狗哎，认识的啊？他几点到你的家？几点哦？虽然你不懂啊，是早上起床才发现啊。啊，六点半，而且也是晒了，这么我神台全部开了，你好厉害哦！他全部用我的东西哦，老板呢？他又用这个，这个铁丝。拿来剪刀我受了啊，完全不用我东西哦。剪刀是他的还是你我的？受了，中华的。你损失多少钱啊？我欠钱啊，钱就是所有财物你损失。那个车啊，锁匙啊，有5000哦，去做过。他拿掉你车的锁匙哦，那做么哈？